旁边比较好走。救护人员抵达国道一号，受伤的女乘客在旁人搀扶下坐上救护车。稍早车内还有另外一名女乘客，更是被抛飞车外。靠在中央分隔岛62岁的陈姓女乘客，车祸瞬间被甩出车外，双脚踝疑似骨折，头部血肿，幸好意识清楚，紧急送往医院。白色进口车旅称车头整个撞烂凹陷，地上都是残骸，高速行驶状况下直接撞上了车头中的工程车，造成多人受伤。修理车暂时被拖掉到国道警察交通分队，挡风玻璃撞破一个大洞，引擎盖上还有血迹，而被他撞上的工程车尾端的防撞架虽然发挥了效用，吸收了高速撞击力道，车体本身毫发无伤，但要价大约150万的防撞架像纸盒挤压扭曲，整个报废。工程车38岁的王姓驾驶也因此受伤。车祸地点在国道一号北上，靠近斗南地磅站。肇事的修理车驾驶47岁的侯姓男子，20号早上10点多，车上载着4名女乘客。结果冲撞了工程车，会发生车祸，又是因为这种驾驶行为惹了祸。经初步调查，驾驶侯男有开启自动驾驶辅助系统而肇事，各车驾驶人皆无饮酒情形。国道警方补充，光是去年因为未注意车前状况发生的车祸件数就有9706件。再次强调，自动驾驶或紧急刹车系统都只是辅助，路上状况多，还是得靠自己最保险。TVBS 张崇敏、赖崇罗新、云林报道，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